太公钓鱼锤是在永春白鹤拳锤母三战子午锤锤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功法练习套路，该套路除固有的三战法外，又有中盘的十字打法和十字解法，更有金鸡啄骨、白蛇吐信、横扫千军、秋风扫地、太公钓鱼的下盘追法，和左打太阳、右击太阴、旋风跨剑、当头捧鹤的上盘锤法，使锤法锤打如撒网的气势充分展现出来。锤法有挑、剔、捆、杀、点、摔、劈破、遮拦、价格等法，使三门六路粘箍密结，攻势凛厉，防守缜密，能有防身固己、打血伤人、断筋碎骨之作用。动作简单实用，朴实大方，积极性强，细想品味，当能悟出其旨奥玄机。身体自然站立，右手握锤于三分之一外，锤头着地，左手贴于左腿外侧，两眼目视前方。右脚扫锤头后落右脚，退左脚半步，右脚跟着叠退半步，左手握锤头下三分之一处，右手半月式，起右脚，虚点地面，虚步请锤，左竹筒倒水，目视前方。右脚向右小门四十五度进步，左脚跟进，由锤尾由下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
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上动不停，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左脚向外摆，右脚向左大门进步，同时锤尾从右前方向左上方挑起，右手变成拳握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上动不停，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归中门，左脚跟进，两手握锤从左下方向右前方挑，右手变成拳握把做天官的动作，左手握锤部分贴于左腰际，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由上向外向下再向左做地闸的动作，锤置于身体左前侧，锤尾斜朝下，两眼目视前方。步行不变，上动不停，两手持锤由左向右横隔，锤置于身体的右前侧，锤尾朝下，左右拦的动作，目视前方。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锤尾从下向上挑起，锤头部分紧贴于左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
肉形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上动不停，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锤尾从下向上挑起，锤头部分紧贴于左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朝前，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锤尾从下向上挑起，锤头部分紧贴于左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朝前，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锤头从左向右前方横击，止于中线，锤中部贴腰肚，锤头朝前，目视前方。左脚尖外摆，右脚向前进一步，同时身体左转90度，锤尾从右向左前方横击，止于中线，锤中部贴腰肚，锤尾朝前，目视前方。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同时身体右转90度，侧身下蹲成平马式，锤头从左后方向下向上翘出，锤中部紧贴腰肚，锤头斜朝上，目视锤头。左脚后退一步，右脚跟外旋，身体左转，侧身成丁字马，
垂尾从后向上、向下、向中滑弧甩击，垂尾朝前，目视前方。右脚向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同时身体右转90度，侧身下蹲，长平马式，垂头从左后方向下向上翘出，垂中部紧贴腰肚，垂头斜朝上，目视垂头。右脚尖外摆，左脚尖里扣，身体右转90度归中门，垂尾从下向上调出，垂中部紧贴于左腰肚，两眼目视垂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朝前，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先叠进半步，随即两脚向左大门跳起，垂尾从中向外，再从右向左格击。右脚先叠进半步，随即两脚向左大门45度起跳，两脚落地，左脚在前，垂尾从中向外，再从右向左格击，垂尾上翘，目视垂尾。
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朝向斜前方，两眼目视锤尾方向。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左脚向右脚门跃跳，右脚跟进在右前，锤尾从左大门向下向右小门挑起，左脚向右小门跃跳，叉步过右脚落地，右脚跟进在右前，锤尾从左大门向下向右小门挑起，左手握锤步贴于腰肚，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左手握锤步紧贴于腰肚，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左手握锤步紧贴于腰肚，锤尾朝前，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步行不变，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向中门进一步，然后锤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右脚向中门进一步，左脚跟进，右脚向中门进一步，然后锤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锤尾斜向下目视锤尾。身体右转，锤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身体右转，锤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斜朝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
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然后锤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然后锤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锤尾斜向下目视锤尾。两脚尖微摆，锤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步行不变，锤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斜朝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然后锤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然后锤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锤尾斜向下目视锤尾。身体右转，锤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身体右转，锤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锤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锤尾斜朝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同时右手食指压在锤杆上，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向前叠进步，左脚跟进，锤尾从上向下在左前下方点击，然后两脚向前叠进步，锤尾向前下方刺出。右脚向前叠进步，左脚跟进，锤尾从上向下在左前下方点击，做金鸡啄骨的动作，然后两脚向前叠进步，锤尾向前下方刺出，锤尾离地约5寸，目视锤尾。
两脚向前叠进步，两手握锤从左下方向右前方挑，做天关的动作。两脚向前叠进步，两手握锤从左下方向右前方挑，做天关的动作。左手握锤部分贴于左腰际，两眼目视锤尾方向。右脚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侧身身体下蹲成平马，锤头由左后方向外向内向下扫击。右脚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侧身身体下蹲成平马，锤头由左后方向外向内向下扫击，做地闸的动作，目视锤头。右脚跟外旋，左脚后退一步，向后斜侧身，身体微蹲，然后做秋风扫地。右脚跟外旋，左脚后退一步，向后斜侧身，身体微蹲，垂尾由上向外，再向左下方弧形运动，然后做秋风扫地。两脚微进步，继而做虎尾缠锤，先大圈后小圈。两脚微进步，继而做虎尾缠锤，先大圈后小圈，锤中部贴于腰肚，目视前方。锤下压回拉，然后再翻锤向前刺出，步行不变。锤下压回拉，然后再翻锤向前刺出，刺出两下做白蛇吐信。转身，左锤头向后戳击，右锤尾贴于右前胸及手臂上，两手水平持锤。左脚横开出一步，左手下滑握锤头，右手下滑握锤下三分之一处，从右向左前方斜角劈击，两腿呈弓步，目视斜前方。右脚向右脚门踏出一步，锤从左向右向上滑弧踢锤。继而顺时针滑弧，锤尾在最高时突然向下捆锤，捆锤时为下蹲四平马。
右脚向前进一步，左脚跟进，然后垂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垂尾斜向下目视垂尾，身体右转，垂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垂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两眼目视垂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捆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前进一步，锤头从左后方向右前方击打，锤置于身体右外侧，左脚尖外摆，右脚向前进一步，垂尾从右后方向左前方击打，垂置于身体左外侧，垂逆时针的滑圆，同时勾右脚，然后落地进步，翻锤向前刺出，做勾脚捆杀，右脚向前进一步，随后两脚向前跳起进步，然后垂尾翻转向前下方捆压，垂尾斜向下目视垂尾，
身体右转，垂尾从前下方向右前上方挑起，垂中间部分紧贴于腰肚，两眼目视垂尾方向。步行不变，两手握锤从上向下滚压，锤微后拉，然后再向前翻锤刺出。左脚尖里扣，右脚后退一步，锤回拉至左侧，然后再向右拦击，锤头朝上，锤尾朝下。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后退一步，反转锤，使锤尾朝上，锤头朝下，然后从右向左横格。退右脚，长左弓步，锤水平横在胸前，然后从上向下按压，置于膝前，目视前方。退左脚，长右弓步，锤从下向上水平架起，置于头顶上方。退右脚，后转身270度，左手握锤部分贴于右腋窝后，右手握锤下三分之一处，向后做上盘平扫锤。右脚向左平开一步，左脚起步，下蹲长左弓步，锤尾顺时针滑弧，向左大门做下盘下扫锤，锤尾离地面约5寸。右脚向右前方斜跨一步，身体下蹲成右弓步，锤尾从左下方向右伸出，突然锤尾上翘，做太公钓鱼。左脚收入半步，右脚归中半步，锤尾顺时针滑弧，做秋风扫地。两脚微进步，继而做虎尾缠锤，先大圈后小圈，锤中部贴于腰肚，目视前方。步行不变，锤下压回拉，然后再翻锤向前刺出，刺出两下做白蛇吐信。
退左脚，收右脚，虚步计脚，锤回拉至身体前侧，请锤收势。收右脚，身体直立，右手握锤置于身体右侧，锤头着地，目视前方。